吃吧。你中午吃啥？你中午吃啥？也吃点大果子都行。你中午就别吃大果子就行了。大米饭，还有面条。大米饭吧。大米饭，吃啥菜啊？黄瓜鸡蛋。米饭炒肉，米饭炒肉，那我也不会做呀。谁会做米饭炒肉？肉我爸爸不会做，我给你整个鸡蛋行不行？就是鸡蛋行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也行。你是黄瓜鸡蛋还是单鸡纯鸡蛋？纯鸡蛋，煮个面包夹鸡蛋。Yes。这么的，你配合我，行吧？我也不会那么高深的，我中午我做啥你就吃啥，大米饭指定有，鸡蛋可能是炒的，行吗？可以吗？咱这么的吧，中午我给你做饭，我给你吃，吃完了咱俩睡一觉，睡醒了指定去，不管几点，咱俩醒了收拾东西咱俩就走，可以吗？反正就十分钟。行，我要定十分钟闹铃，把你闭眼闭十分钟。你吃饱了你就吱声，咱就不吃了，也不用硬吃。咋不行？喝点老姜，吃饱了就可以。吃饱了？吃饱你就下桌吧。你自己去玩一会儿。你上来量量，我看你多沉了。你量量，你多沉了。哎呀，这长那点肉啊，全掉下去了，五东西呀、啊、你。我差你多少斤？我多少？我多少？我也瘦了，150都不到了。我也瘦呢。啊，你确实是瘦了。我要有个事儿，我要干了。什么事儿？你给擦雪花膏了，小脸都删了。给，我给你抹。我给你抹。你自己抹。全抹一面啊。那个手呢？都抹大脖子这儿来了，都抹大脖子这儿了，脑门还没抹呢，你摸摸脑门吧，我头发给你捋下来。好了，行，拍拍吧。那手你就摸摸手背呗，你还非给擦擦干啥？你多。我擦啥一扔完事儿啊，刚抹完的脸你擦什么脸？你给我。我再擦一下。等会儿我帮你擦一下可以吧？脑门上粘着。好了。我看你好像是学会了点什么东西是不是？哎，就是学会了那只褶子做发型，就把纸上抹点那个香香抹。整脑门上，我也想整。你也想整，明天再整呗。今天整完了，咱下午有可能再给你整，可以吧？不对，我要自己整，自己把纸上抹点香香，自己整脑门上，整脑门。你可以假装，那我给你拿一张湿巾，假装的给自己整，可以吗？那你不可以。你可以拿纸做成假的，自己玩一玩。对，可以，可以这么玩。
那不行，把火龙果都埋汰啊。完了，扎自己了。行了，我就不用了，你给你自己，我不需要你，我不需要你，我不需要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。儿子，我们出发了。